难道好人真的没有好报？你是蛤蟆妖魔？我还以为你是人间般的一介恶人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有慈悲心肠，这怎么行啊？做人一定要凶狠才能完成大业。你虽然已经改过自新。 但是恶性还在，正适合做我的替身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